そうか、 9S がそんな状態に。 9S の精神状態は危険な状態に達しつつある。早急な対処が必要だ。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大家好，我是梁言色，欢迎回来收看尼尔三周目结局篇。我们上一集呢就用 9S 去拿了一些进入塔之前的准备功夫，就是拿些钥匙卡啦。我们今集呢就会玩回 A2 啦，因为它只可以给我监控 A2， 即是暂时。我们即刻出发啦。嗱，咁佢依度就講翻少少前傳，就係講緊我哋喺第二集嗰度咧 ，A2 嘅資料咧係混進咗少少 2B 嘅嘢嘅。咁啊，亦都話頭先嗰個網絡機能被破壞嘅機械生物咧，有許多個體型失去咗控制，又要多啲警戒啦。好啦，咁啊，我哋已經正式翻翻嚟 A2 條主線啦。我係嗰個 James A2。夜機體 A2 在5分42秒之前重新啟動了，原因因為呢跟大型的機械生物戰鬥呢造成了巨大負荷，所以呢就可能個中段就是 shut down 了自己部機。交換って言われてもな。レジスタンスキャンプで使用された過去記録を発見。咦，即叫我哋翻去抵抗軍營喎。哦，我哋燃料過濾器喺個戰鬥中咧就入咗啲沙，所以咧就要去抵抗軍組織嗰度更換過濾器。咁我哋即刻出發啦。好啦，我哋翻到嚟抵抗軍嘅組織，就揾阿安妮莫寧交換燃料嘅。咁啊，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第一次用 A2 個身份去見安妮莫寧，唔知道有啲咩講啦嚇。因為之前安妮莫寧就話佢唔識佢啊嘛，唔係佢話佢識佢，知道佢係一個危險人物，但係就曾經出現過。跟住之後二 B 見咗安妮莫寧之後都冇出現過嘅。咦喂，帕斯卡喂做咩啊？搞我兄弟，機械生命互相發衝突，搞我兄弟。啊！好，入嘅，好，你要走唔甩食屎棒。好，做咩？帕斯卡冇事啊嘛，非常谢谢你。喂，你都系机械生物啊？啊？啊！我唔想同你战斗啊！我叫帕斯卡，系讨厌战斗嘅生物。だからなんだ。機械生物咧冇咩靈魂嘅，只係識得殺戮嘅機械。我要你哋償還啊，殺咗好多夥伴嘅罪。啊，咁都冇辦法。啊，帕斯卡可唔可以說服到佢咧？梗係讓帕斯卡活落去啦！呢啲唔使諗啊，你唔殺我。許魯西，喺我改變心意之前，趕快離開。你安納道啊！你系咪有啲似二 B？ 有可能帕斯卡觉得佢个人有啲似二 B 啊，系咪咧？啊，非常多谢你啊！咦，就系咁嘅喎。嗱，因为帕斯卡记录中就有 A2 存在，但系好似系实质上A2 系从来都冇去过帕斯卡村嘅。咁我哋翻去揾安妮莫灵啦。好，你系二号，你还活着吓？好耐冇见安妮莫灵，咦，识嘅喎 ，friend 底嚟喎。你还活着太好了啊！嗰阵时一齐战斗嘅家伙全都死了，21号系由我亲手吓、啊，有啲故事嘅喎，真系抱歉啊！对啦，二号有同你一个长辈一模一样嘅技术，叫二 B， 已经死了啊！呢度交代翻啦，我杀咗二 B， 佢被逻辑病毒污染。喂，点解安妮莫宁嗰班人系完全冇事嘅？佢自由使用呢个基地，我找你带人参观。佢嘅记忆留在喺呢把剑里面。啊，系啊，讲下你有冇发现我已经换咗拳套配剑啊？几好用啊呢、这个 combo。你可以任意使用二 B 嘅房间。啊，呢度系首领会先告诉大家。
喂，我想问咧，点解安妮莫灵喺记忆部队落嚟地球进攻嘅时候，完全好似冇帮我手咁嘅？你咪分啲过滤器俾我燃料用啊！橡胶钢好缺货。哦，揾帕斯卡生产喎、哦，得啦。啊，你用机械生物交嘢，佢哋唔系敌人咩？佢哋嘅村子系特别嘅，佢哋嘅机械生物就唔会伤害我哋。啊，我哋结为同盟。喂，依度交代翻以前啲嘢啫喎。啊，总之我哋都系揾翻帕斯卡去攞燃料啦，即系咁讲法。睇先，两姊妹喺咩度啊？两姊妹唔见咗喎。睇先，我有冇飞过去啊？咩啊？过滤器显示燃料供给将会发生严重嘅问题，即系揾帕斯卡啦。哦 ，OK。機械生命体パスカルを中心とするコロニーの座標を確認。哦，得啦，去过啦。うるさいな。好，咁我哋即刻过去啦。诶，帕斯卡村系封咗噶喎，受于电波干扰无法使用，咁即系要徒步行过去啦。唉，咁啊，中间我睇下有咩玩下先。咁我哋快放过去啦。好啦，话咁快，我已经嚟到帕斯卡村啦。咁啊，唔知点解有通讯干扰，我快速传送唔到过嚟啦。全部都系机械生物。帕斯卡の管理する平和的な。呢度由帕斯卡管理嘅机械生物聚居地。O K， 呢啲识啦。疑问基于机体 A2 嘅预测能力。嚟啦啊啊！阿 Porto， 你有冇发现 Porto 成日串 A2 嘅，成日话佢好蠢，佢成日串佢好蠢啊！咁啊，呢度冇乜特别，我直接揾帕斯卡啦。好，同埋我想去升埋把武器做 level 四，不过阵间先。哦，你系嗰个时候嘅，即系非常感谢你救咗我。OK， 佢帕斯卡做咩要自己亲身走过去抵抗军组织嗰度？啊，哪个？啊 ，Portal 啊，你睇下呢度咧 ，A2 唔敢开口同佢请求咧，就 Portal 代为同佢讲咯，话啊，个燃料器出咗事啊，啊要过嚟攞过滤器，啊 A2 唔使解释得咁清楚 ，A2 发言不足造成沟通不良，劲搞笑，狂串 A2 啊，但系而家冇材料啊，要材料咧就需要呢个坚硬嘅植物树皮。但喺采集区附近咧，就出现咗狂暴嘅机械生物啊！实在好抱歉，冇办法制作、了解、取得并运输呢个坚硬植物树皮啊！啊，标记可采集呢个坚硬树皮嘅位置。喂，对和平机械生物帕斯卡普敌意咧，系浪费成本，要串佢啊！你要傲娇娘。尽快缔结友好关系。冗談就係。啊 ，Porto 成日串佢，你个傲娇娘嘢又唔识讲又蠢。好啦，咁我即刻睇一睇个地图先啊。诶，揿错掣。好 ，OK。诶，系隔篱啫。咁啊，咦，森林王国嗰度，即系森林地带啦。咁我即刻快放啦。好啦，出发前咧，我都翻嚟揾一揾阿村正，因为我想强化埋把纯白契约啦，咁佢有多咗一个结白加护嘅能力嘅，咁啊唔知佢个结白加护系乜啦，佢个名咧劲似卖紧 M 巾广告，跟住我想升埋把机工印嘅，咦个变异闪避，但我唔够好记忆合金啊吓，我迟啲升爆埋个机工印，诶、欸、漆黑洞窟、啊，师傅用嘅武器之一哦。咁啊，你睇下嗰个结白加护系咩嚟啊？好劲似卖 M 巾嗰啲广告，睇下先。纯白契约详细 ，HP 全满时攻击力提升啊！另外睇翻佢嘅故事啦。吓、啊，其实都系不断自己问自己嘢啦。咁啊，暂时未睇到话有咩。特别嘅，咁啊，睇下先。所有武器佢送咗把叫做咩啊？漆黑洞穴哦，
拳套嚟嘅，但我而家有四零式拳套喎。咁啊，喂 ，sorry， 打错人 ，sorry。好啦，咁啊，我哋即刻翻去攞埋嗰啲材料先。好啦，咁我哋前面不远处已经系攞嗰个咩坚硬植物皮嗰个地方啦。咁啊，即刻，哎，依、這个位啊，好。野猪冲刺，我要替王报仇。系，我真系佢哋兽人嚟。哎，算啦，我杀啊，我杀啊。哎，要有嘢执喎。哇，可恶嘅人类，哇，黐孖筋。等先，喂，唔好逼我，喂，喂。好，系你逼我啊。物理攻击力 up， 减轻物理伤害。好，冚落去，食屎，全部都要死。好。超噴，我觉得拳套真的超好用，不要讲笑，他的攻击速度劲快。你看，完全不知道什么事，你看那个画面劲快，但他们已经死鬼了。我搞定。好，是不是要打这只啊？好。哇，这只东西又有 AT 力盾。什么 AT 力盾 ?AT 力场。好，准备。好，离子加农炮。准备，依只，喂，去咗边啊？好，三段连射，啪啪啪啪啪，拜拜。抗震控制，睇下先，我要攞咩坚硬植物皮喎？但系，咦？点解会冇嘅？揾下先。诶、欸，揾到啦，无啦啦又有啊。機械生命体のところに行くか。哦，咁即系交翻俾帕斯卡啦，咁我即刻出发啦。好啦，我哋翻到嚟帕斯卡村啦，咁啊，揾一揾啊帕斯卡先啊 ，OK， 好，我攞翻你啦，啊，多谢你 A2 小姐，我而家即刻去制作过滤器，请你等一等啊，哇，飞过去，喂，带埋我啊，喂，我都想飞下，飞走了，咁点啊？我哋喺度等佢啊，喂，转个头翻过嚟咯喎。啊！点解快咁快成咁嘅喂？燃料过滤器，多谢你啊！向帕斯卡答谢你过滤器嘅事啊，因为你送咗个过滤器，我唔做啲回报，我过意唔去。你真有礼貌，好似小妹妹咁 A two， 傲娇小妹妹。有咩帮得上忙嘅地方咧，即刻叫我啦。其实有件事让我困扰啊，游戏场有恐怖嘅机械出没，而且会攻击孩子们。虽然有啲唐突，我可唔可以帮我击败嗰啲啊？机械人呢当然可以啦、啊、你是好人嚟噶嘛，好啊，麻烦你了，以承接击退破坏机械，游乐场嗰啲又咪即系波特与沙娃嗰边嗰啲怪咯，咁其实我淘宝行过，我徒步行过去都 OK 啊，咦，但系喺呢度位，喂，做乜鬼啊？乜喺呢度有怪啊？黐孖筋啊！入去，离子钢炮。拜拜，伊根森击退坏机械。咦，就系咁嘅咋？啊，就系咁嘅咋？一只嘅啫，又话游乐场嗰度嘅，我咪睇唔清楚啊！睇下先。啊，谢谢你，你击退咗个机械。啊，请你一定要收下谢礼。记忆合金，诶、欸，喂，正喎、啊，记忆合金，咁我要强化埋我把机工人喎、啊。我哋系和平主义者，因为厌恶战斗，所以建立咗呢个村子。大舍弃武器嘅结果咧，就系无法用力量同人哋抗衡啊！村子里亦都有人主张守护和平咧，就应该要消灭周遭嘅敌人。A two 我应该要点做先至好？喂，佢唔俾我出翻去啊！仲有，如果你出现攻击我哋嘅行为，我哋会毫不客气咁灭咗呢条村啊！铭记于心。OK， A two 小姐，不嫌弃嘅话咧，喺呢个村子四围走下，佢哋棘住咗我，点行啫？啊，诶、欸，已完成击退机械，咁啊，呢度都有好多其他支线任务开放咗啦。咁啊，我呢度都会解下支线先嘅。诶、欸，咩啊？喂，大侄子，来玩吧，来玩吧，我冇兴趣同机械生物一齐玩。啊，我系你嘅敌人，人造人。唔听话我会毁咗你哋啊！啊，好有趣，喂，好鬼搞笑，帮我哋做玩具，
佢哋而家喺度感化紧 A2 啊，因为游戏起先要玩到咩啊？呢个村子嘅道具商人有卖，去买咯，好啊好啊好。但系子子陪我们玩吧，呢个系支线任务嚟噶嘛？咁啊，时间都充裕咁啊，解埋咯，好。小啊小咩啊？又要有材料先攞到嚟啊？成日叫我去收集材料，咩材料啊？游乐园应该会收集到游戏素材所必要的材料。超远的嘢，咦？前途堪忧啊！睇下先，要上去啊？唔系啊？睇下先，呢只机械人系咩嚟啊？呢个系主线嚟噶，系咪啊？睇下先。睇睇地图先，嗰、那个支线任务应该唔系话好特别嘅，即系咁啊，有兴趣自己去玩下啦。咁我解埋个主线先，佢主线系 Eagle 导览嘅机械人。我真的非常尊敬帕斯卡先生，佢因为流落乜乜啊，睇唔切先啊，好想报答恩人帕斯卡先生。咩啊？肯定会想报答嘅对白。问佢咯。啊，我怀着想报答帕斯卡先生嘅心情。抵抗军营好似有拍摄，唉，佢又要我哋去攞嘢啊，低 B， 咪成日叫我哋做托运、顺丰、速运啊，大佬。抵抗军营里面，安妮莫灵咧，好似收藏啲哲学书，去抢来吧。好啦，村民嘅请求啊，从安妮莫灵嗰度攞到哲学书。咁啊，我顺便啦，我去游乐园攞埋啲零件俾啲僆仔玩，顺便就去揾安妮莫灵攞埋啲。攞埋嗰本哲学书啦，咁我快放啦呢度。好啦，我哋嚟到呢度搜刮一下咩游戏器材嘅材料啊。咁啊，咦？呢度有 A2 嘅箱，但系开唔到啦。唔系 2B 嘅箱，睇下先。哦，喂，跳唔到过去嘅。咁呢度即系要收集晒咁多粒。但系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咧，游乐场嘅机械人咧，唔知系咪因为最终战斗嗰啲病毒感染定点鬼样啦？佢哋变晒好似丧尸咁样，但又唔会攻击你啊！但系佢游乐场已经冇咗当日嗰啲好欢乐嗰啲音乐啊！你细心留意咧，佢冇晒嗰啲好开心嘅音乐啦。咁啊，好似变咗个死城咁啊！咁因为我收集晒所有游戏器材，再解埋佢啦。好啊，呢个应该系最后一个好。即系一来咧就凑齐制作帕斯卡村游戏器嘅必要材料啦，去找道具商人吧。咁我攞埋安妮莫灵本哲学书先。好啦，我哋已经翻到嚟抵抗军组织，咁就睇下安妮莫灵有咩好讲啦。我要攞哲学书啊，送俾佢啊，刚好有看完嘅，唔介意就拎呢个过去啦。顺便将呢个金矿俾帕斯卡啦，佢之前拜托过，而家终于弄到手啦。好，哲学书思想六啊，啊，机械生物竟然想睇哲学书，或许我哋对敌人一无所知，其实我哋系同类嚟嘅咯，吓、啊。咁啊，睇下先。咦，两姊妹翻咗嚟咯。好啊。佢有嗰啲咩三色斩机刀，但系好似唔系好啱我用。咁就冇乜特别啦，我哋直接翻去帕斯卡村啦。喂，咩事啊？喂，做咩无啦啦有过场动画嘅？効果が終わるところで初めて余計ものではない人間が始まる。当国家即将灭亡，并非多余嘅人类才真正开始。どうもこのニーチェという人間の考えは深いですね。深すぎて。私にはまだ変人にしか見えませんが、さて、本だけではなく、私もこの世界を見て回らないといけません。帕斯卡線喎，突然間，帕斯卡叔叔，陪我哋去玩啦！おやおや、ずいぶん言葉が上手になりましたね。でもまだ勉強が終わってい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今日は植物の図鑑を読んで覚えるって約束でしたよね。帕斯卡叔叔，啊，帕斯卡我知争啊！嘘つく子は悪い機械生命体になっちゃう。
雪峰嘅坏鞋，唔系雪峰嘅鞋子会变坏嘅机械生物。好啦，咁啊，咦，咩事啊？做咩啊？好，接下来将呢、這个，哇死啊！我 feel 到有啲事啊！帕斯加村嗰度无啦爆一下、啊，咩事啊？A 2小姐，村子不妙了！啊啊！我估到，黐线！唉，佢有嗰个过场动画，我都估到有事噶啦！珍贵情报来源帕斯卡遇到问题，建议调查帕斯卡村嘅状态。喂，啱啱先做 friend， 唔好玩呢个咩嘢。喂，佢唔俾我传送喎，黐孖筋。咁即系要直接出发。哎呀，死啊喂！唔好有事，帕斯卡，我而家即刻过嚟救你。我嚟紧噶啦，帕斯卡，千祈唔好有事啊！发生咩事啊？个村做乜嘢？啊，嗰、那个咩前往音讯不通嘅帕斯卡身边，村子危机。哇！我做乜鬼啊？红晒一个画面。我做乜嘢啊？俾人逃村。我做咩啊？死啦！喂，有人入侵咗定？哇！做乜鬼啊？唉、哎，死啊！中咗病毒感染啊！帕斯卡，你喺边啊？怎么回事？机械生物喺度互相吞噬。无法通讯，无法确认帕斯卡嘅位置。喂，做乜嘢啊？喂，帕斯卡嚟啦 ！A 条生，咩事啊？部分村民失控，开始攻击其他伙伴。我只能够让小孩去到其他地方。其他村民就，喂，走啊，帕斯卡，留住有用之躯啊，喂！好啦，走啦，帕斯卡，等我嚟啊！依啲好，唔系我杀埋佢啲村友 ，sorry。好嚟，呢度仲有几多只要打？睇下先。啊！哇，唔怪得一周目咧，帕斯卡村地下咁多尸体啦，原来要打交，其实我都预咗一定出事啊，但系我估唔到会喺依一刻出事啫。好嚟，喂，下面啊，好，你哋帕斯卡老友点解要咁样做啊？啊，喂，仲有条大蛇。可唔可以打嗰条大蛇？睇下先。哇！佢成条村都系敌人喎、啊。睇下先点行。呢度啲怪，哇！死鬼晒佢哋。喂，喺度啊！你条木嘴大蛇。喂，嗰条友飞嚟飞去点打？哦。OK。哇！有只扎盾嘅喂，佢哋有武器嘅咩？帕斯卡村啲怪有武器咁劲嘅咩？哇，睇完，哇，黐线扣超多啊啲怪啊，四廿几咧啲怪。哦，喺上面有位上嚟啦，睇先。喂，加里尊最强加里尊喂，唉，我依度冇 cut 翻俾大家睇，依度里面有个游戏最强嘅加里尊嘅，但系佢唔知仲喺唔喺里面。喂，点啊？而家清完上面啦。系咪要搞掂呢只啊？点样落去啊？睇下先，我依度睇一睇先。好有事，诶，有得呢度都仲有一 save 嘅。我落地底望一望，落啊！喺边啊？下面好似冇人喎。睇下先，好。哇，放紧力场呢只。好，棒！清晒未啊？哇，好多啊喂！好，有冇啊？咦，咁多咩？我系上顶层望下先。我喺度，我搞掂。啊，呢度就系全部啦。機械生命體は存在しない。全て機能停止している。啊，滅咗村啊！点解啊？聞こえるか？啊 ，A 2さん。村は
天之里面的大家怎样啊？すまない。ダメだった。そんな。子供たちは大丈夫か？廃工場跡地に避難させています。わかった。ひとまずそっちに行く。啊，我哋去废工厂望下啦。点解啊？好啦，咁我哋过去望一望先。好啦，我哋翻到嚟废墟工厂啦。咁啊，希望帕斯卡同埋啲小朋友都冇事。我好唔开心而家。点解好人永远都要领便当？啊，帕斯卡仲有本书，我哋仲要俾本书去睇啊，唔好有事啊！大丈夫か？啊，你冇事啊，帕斯卡。一体何があったんだ？发生咩事？一部分村民突然间开始吃同系村民嘅伙伴。去帕斯卡确认状况，好，睇先。依座工厂安唔安全噶？以前暴走した機械生命体が住んでいたのですが、トゥービーさんが撃退。トゥービー已经帮忙击退咗呢啲又，哦，讲紧嗰啲教嗰啲教会人。好啦，你哋喺度避下难啦，希望你哋冇事。好。可唔可以让死掉嘅伙伴重生啊？只要有材料，就可以让机械生物重生啦。啊，其实我哋有个叫核心嘅组件，呢个核心系形成自我资料嘅组件，只要被破坏，就冇办法恢复原状。机械生物核心啦，即系讲紧。这次牺牲嘅村民连核心都被破坏，唉，机死不能复生。好啦。仲有冇要更加多嘅情报？建议尽快保证帕斯卡等人嘅安全。去 Portal 嘅网络取得情报喎、啊。情报指出有好多机械生物正聚集至呢个工厂废墟。吓、啊，点解啊？佢过嚟食帕斯卡定点鬼样啊？我黐线，真系嚟搭搞我哋喂！走啊，帕斯卡！要等我顶住。好、哦，喂 ，sorry， 打到你啲靓女。喂，入呢个房间之前，尽量假打到。喂，我要。哇！突然间帕斯卡咁恶嘅。好嚟啊！我哋死守，为咗帕斯卡村嘅小孩子，我哋要守落去，一齐嚟啊，帕斯卡！可以俾佢有事啊！砰！死守门口，好，哇，走啊！好，好，小喷，拳套女王，好，走。好，你哋画面太花，你跟唔上两仪嘅速度噶啦。两仪拳法，闪好，你太慢啦，你嘅速度。我争取时间得，我会帮你啊！棒，好吞，好，好落客喂，睇住屈走，我会守住啊，得冇问题。喂，睇住小喷，哇，喂多怪黐线，哇，我忍够啦，咩大型战车，好嘞。你逼我暴走，解除限制器，棒！好，食药食药食药。物理攻击 up， 射击攻击 up， 物理减伤 up，OK。喂喂，打交咯！哇，我发觉 PS4 开始支援唔到我个性能，就系我开得太多招咧，佢太多爆炸效果系完全跟唔上我嗰、那个，哇！哇！日日大型战车，我秒咗你啦！佢系会 lag 嘅，当我开咗狂暴状态之后，哇！系睇住啊！喂，仲有啊！哇，咁多部战车，黐线啊！仲要你啊！顶住 A2！ 喂，有啲咩办法？喂？
你控制嗰只巨大兵器啊！嚟啊，扫冧佢哋！哇死啊，帕斯卡你唔好有事啊！你系成只 game 里面我最中意嘅伙伴嚟啊！咦，喂，我控制噶喎，系咪啊？好似我控制噶喎。好，搭落去，超巨型片落去。我死啊了！你睇下帕斯卡都开始顶唔顺，佢好憎啊！我一定要保护我嘅孩子啊！但系而家帕斯卡喺边个位啊？哇！有冇得玩子弹啊、大炮啊嗰啲噶？冇噶喎！哇！黐线，点解咁多机械生物系咪 short 鬼咗啊？啊！等我碾压佢哋。哦，唔使攻击噶，直接行过去佢哋就会爆噶啦。你睇佢哋会吞嘅，佢哋会怯嘅。点啊？好，碾压！爆！哇！我觉得。会顶唔顺喎，个超大人，哇，横扫千军正，但系佢嗰个速度系劲慢喎、哦，会唔会出事啊？我哋个超大人兵器顶唔顶到咁耐？有架大型战舰喺前面，好啊，再嚟啊，灭晒佢哋，等我帮你扫冧嗰个，诶、哎、点啊？哇，你洒炮！诶、欸，清晒喎，好嘢喎，帕斯卡。哇，做咩啊？仲有，哇，超大型兵器之间嘅战斗喎、啊。好啊，嚟啊，帕斯卡大战恩格斯。喂，恩格斯，你咪当年我维修好你嗰部机。喂，你个反骨仔，反骨仔。好，再嚟，仲一拳又一拳。嚟再嚟攻击啊！帕斯卡，超级机械人大战，哇！反骨仔啊！九一时维修好你，你仲喺度搞啲乜嘢？好，再嚟第二 round two， 好，挥拳啊！哇！佢喂边个先？到底边个出拳先？再一拳，一拳中！哇！好，争少少呀，喂！帕斯卡出手啊！好慢嘅啲攻击动作，好嚟挥拳，我出拳先，你大镬啊！再见，恩格斯，哇！喂，点解佢唔死啊？扣咁少嘅，好，哇！成块面打扁咗，喂，咁样个头仲系冇事嘅。喂、哎，佢撞咗落座塔度，会唔会撞落座塔度？唔会啊，好远啊座塔。好啦，啊，帕斯卡冇事啊，劲喎、哦，啊，塔斯卡达。我担心孩子们，我哋翻去房间啦。好，你会唔会中间受病毒感染？咦，而家我控制帕斯卡噶，会唔会受病毒感染啊？好惊啊！我觉得佢行呢段路系佢可能佢人生最后一段路啊。佢咁样影住背影，我有啲惊惊地啊。唔好有事，帕斯卡。佢会唔会里面啲小孩子影出晒事啊？黐线，真系点解啊？熄晒机啊！哇，做乜嘢啊？自毁晒啊！黐线！自分たちの心。将自己个核心。これは自殺。系咯，唉，佢好明显中咗毒，做乜嘢啊？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私は様々な感情と知識をこの子たちに教えてきましたそれが将来の役に立つと思って知識を与えるだけでなんで自殺を恐怖です恐怖私は
我哋教我教呢个孩子何谓恐惧。如果不懂得恐惧，会因为不知识可而死而丧命。その恐怖に押しつぶされて。吓？自らの命を。即系惊得滞，所以自杀。帕斯卡，你唔好咩喎？你要保持你理智喎。系，请讲。吓，你唔系啊？冇乱讲嘢啊！唔得啊，唔得啊！我消除记忆都唔系咁好咯。喂，点解要？吓？確認。ハッキングによる記憶回路の切断を実行。我好难做啊！喂，我可唔可以走啊？我唔得啊！喂，我接受唔到啊！我唔想咁做，我可唔可以？佢净系俾我慢慢踱步行嘅喎，即系佢会唔会俾我走啊？睇下。决定帕斯卡嘅命运。啊！你唔好咁样讲啦，黐线！即系你焗住要我啊！咁我决定唔杀佢，我想消除佢记忆算啦。如果系咁嘅话，好啦，拜托你啦，佛陀，系咪真系要咁做？唉，我惊我走咗佢就会癫咯。我觉得佢最尾都系自杀。我为咗保住佢条命，我唯有咁做嘅啫。佛陀，好啦。パスカルの記憶を。了解。記憶消去プロセス。消除結局程序，唔系消除记忆程序。好。ping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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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この村の王さをしています。啊！哇！即系佢叫我逐个片段 delete 佢啫。啊！呢段系小朋友同佢玩嗰段。啊！黐线，点解要我？佢而家系教紧啲小朋友玩啊！佢唔知点解呢度唔出字幕啦，我唯有翻译俾大家听。帕斯卡叔叔救我啊！啊，我想翻屋企啊！啊！我一定会同你哋玩噶。啊！帕斯卡叔叔从来都唔讲大话啊！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笑。再见，帕斯卡。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点解啊？